交警给逮着，我不更见不着你了吗？呼吸，哎，你听医生的话，呼吸，呼吸。怎么了？我马上就到，马上就到。我知道你疼啊，我也疼啊，我心疼啊。老婆你忍着点啊，你听大夫的话，呼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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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赶紧跟你儿子说，儿子出来，你快说啊！我这等你快出来！哎，儿子快出来！当爸都急死了。逼点有用的。有用的，什么有用啊？啊，我想想啊。儿子，好儿子，你听话啊！那个，等你长大了，爸爸开车带你去兜风，好不好？咱们去旅游，去探险，去你最想去的地方啊！你妈她不敢跟我一块去，我带你去，行不行？啊啊！带，怎么能不带呢？肯定得带，儿子，咱俩带着妈妈一块去啊！爸爸马上就来了，快出来吧，好不好？听话啊，儿子。哎，对，加劲，呼吸。大口呼气。呼吸，看到婴儿的头了，再加把劲儿来。对，加油啊！